大家好，我是養和醫院外科中心的唐瓊雄醫生。今天呢跟大家講下呢個食道癌和胃癌。在食煙和飲酒在呢個社會上即係好普遍，很多人都會喜意飲下酒啊。食煙就大家知道都是有害的啦。但係飲酒有些人就覺得啊，我飲酒之後面紅呢，可能對即係促進血液循環，對心臟啊各樣嘢都有益。咁但係咧，其實咧，面紅其實係一種指即係表示身體缺乏一種酶素去解除呢個酒精毒嘅一種表徵嚟嘅喎。咁如果同時間飲酒，又再加埋食煙，食煙嘅有害物質當佢融入喺血液入邊，咁血液入邊如果有酒精嘅話咧，係增加咗吸收呢啲有害物質嘅機會嘅。所以咧，如果同時間又飲酒又食煙咧，係大增加咗呢個患食道癌即係。個風險好多啊，咁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啦。